Hello 呀，马上出发去看复联首映啦！耶！啊，带着平板和键盘，准备看完以后写剧透，而且那个时间回不到宿舍里来。嗯，没错，桌子好乱啊，不要看的桌子。嘻嘻，准备走啦，一会儿见。快乐的一天。回来啦，好了，又到了光底下了，又照不到我的影子了啊！叮，你们有没有见过四点钟的学校？哦，师弟走了，现在只剩我自己一个人。他明天要上课，我现在要自己去找一个地方猫着写一下剧透。你们怕不怕？我要去写剧透了，写观后感。让阿姨再睡一会儿，不吵阿姨起来。我好后悔，我没有把我的那个。我好后悔我没有把我的电脑带回来，不然我今天就可以把那个今天就可以把我的 vlog 给剪出来。然而而且我今天没有背相机出来，所以只能看一个黑乎乎的影子，黑乎乎晃动的影子。哇，然后就有一个强力的光打在我的脸上，好可怕，我的双下巴。抬起头来，好了，到图书馆了，马上就要回去了，可能去学校的旅馆的大堂去坐一会儿吧。走啦，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啥？大家晚安。睡什么睡，都给我起来嗨。快乐啊，其实我不是很快乐啦。闭嘴，不要剧透，人人有责。走啦。校园里已经有老爷爷晨练啦，他好像我姥爷哦，我姥爷也四点钟起来。Hello 呀，米娜桑，终于我找到了一个容身之地，我已经在这待了一会儿了。本来想写点东西，可是实在是写不出来，意难平啊，意难平。就这种想写东西又写不出来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让人痛苦。该怎么说呢？其实。我是不是应该闭嘴？就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失望的，可能因为期望值过高，所以说，就真的我是有那么一点失望的。但是他真的就像他的那个名字一样 ，The End Game， 他真的是一点给我们把棺材板那个盖儿给我们揭开的那个机会都没有给我们留。
大家还是自己去看吧。如果说是没有看过的小朋友，我建议大家去看之前，把之前的那些电影都补一遍，因为它里面会有那种特别特别那个什么的小细节，我觉得他们细节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比如，没有比如说，不能说比如说，但是我真的现在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哦，我现在已经是，嘿，嘿，我要摁它一下啊，哦，现在已经是看不见，嘿，现在已经是5:47了，还有大概10多分钟吧，我们宿舍就可以进去了。那就是这样啦，啊，好凄惨啊。我们二刷三刷见，都有点不想去二刷三刷了呢。不，我会去的，我一定会去的。不，我不能一个人找你，你们也要去啊。哦，让人难过。哦，我好想讲话，可是我又什么都不能讲。那就是这样了。等我今天睡起来，再看看自己能不能写出来点啥。就是这样啦，你去看哦。拜拜。I feel that I could be certain, then I would say the things I want to.